好像没有实质上的帮助，反而是一个包袱。王慧竹还是石虎？大家很震惊哎，他是金曲奖新人哎，就是他怎么会来参加这个比赛？海选就看到王慧竹的来参赛，我就吓到，我想说我有平常就有在追他的 MV。穿过山来面对你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慧竹，今年29岁，我是一名音乐创作人。我在这座森林里面代表的动物是石虎，因为石虎的狩猎方式是守株待兔。金曲奖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，我希望经过这么多年，我能够抛开金曲奖这个包袱，更尽情地展现现在的模样。对峙的答案，期盼转换，轻轻唱个梦，换来不安的作伴。单人床，双人被，填充情绪的泛滥。需要一种偏方，抑制过度的敏感。对我来讲，就是金曲奖这个东西，它虽然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记录，但它大多时候其实对我音乐路程好像没有实质上的帮助，反而是一个包袱。